Hello，兄弟们好，我们又开始做饭了。今天换了个厨师啊，今天我们家保姆小翠儿来做这个猪肉给我们吃。几内亚做法哈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先把这个五花肉切一些，下面你看我家狗子好馋呀。我们先把猪肉切一些，兄弟们，我看翠儿切的都是大块的，跟红烧肉一样大的，这个吃起来肯定非常的带劲啊。所谓大快朵颐，对吧？完了以后，这边买的是原材料，小鱼，这个洋葱什么的，红油、红薯叶子等等。猴哥跟小醉现在把这个小鱼给撕一下，外面的这个鱼皮因为是靠近那个炭火的，就不要了。完了以后，鱼头上是没有什么肉的，这种小鱼要把这个皮剥掉哈。对，烤的都非常干了都。小鱼，猴哥，这四个小鱼也没剩多少了吗？对，皮剥剥，鱼刺剔剔，鱼头弄掉，四个小鱼装不出一小碗肉来，兄弟们。好了，那鱼尾巴给狗狗吃了。嗯，还有肉吗？没有。猴哥拿了个捣臼，一会儿来捣洋葱。叔叔阿姨过来喝牛奶，酸奶，酸奶。嗯，打烊吃酸奶还要放糖，兄弟们，好吃啊。嗯。我少放了一点。你少，你也放糖了？嗯。啊。快吧，你俩就是抢镜头呢。放酸奶放下。扔掉了。先工作。对，扔掉吧，给大洋吃吧。啊，你吃了你赔。你吃了你赔。咱们先把这个洋葱跟辣椒捣一下，兄弟们。把猪肉焯水。对，好的。这就学到了呀，现在知道把肉焯水以后就没有腥味了，不错。在这边哈，哎，对，再放点料酒。哎呀，中西结合呗，中非结合。中国巴黎，鼓掌，牛逼，鼓掌。我操！把刀收起来吧，那小刀差点剁他脚上去。来啊，咱们这个五花肉焯完水以后，翠儿把这个红薯叶子盖上，倒到五花肉上面去了。我来拿个勺子扒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呀，有点晃，要不要把它扒拉到下边去啊，小猴子？我当然不能扒拉。不能扒拉？嗯。哦，那算了，给它盖好，肉都在下面埋着呢。然后紧接着把这个小鱼干和辣椒还有洋葱倒进去。猴哥倒的辣椒。猴哥倒的辣椒，要不要盖上锅盖？猴哥，盖上锅盖。对，拿个干净的，干净的盆。这样看还挺好看的，绿色、红色，还有白色的鱼肉。再晒了，嗯，准备放盐了，兄弟们。小翠，啊，秋葵粉，秋葵粉，哎，对，翠儿放秋葵粉，兄弟们。嗯。秋葵跟红油出镜率太高了。再巴拉巴拉就可以了哦。巴拉巴拉。红油过里头啊，对，红油过里头，来，下去要煮一会儿就能吃饭了啊、哦。嗯，这红油下去颜值就起来了，尤其是红油跟肉的组合啊，就看上去非常有食欲。
肉也红了哈、哦，看样子肉也烂乎了现在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咱们出锅了。小脆盘红薯叶子红烧肉，红薯叶子红油红烧肉出锅了。哇哦，全是油啊，色泽红亮，可以。最后那个油还要煮一煮是吧？哦，没了，出锅了。猴哥，把这锅拿去弄水泡着，不然不好洗。走，上菜，在那边哈。行了，大王。猴哥，那够不够啊？再夸吧夸吧，还有呢嘛，没吃完呢都。大王，来把菜分一下吧。没了。没了。嗯。把咱们红烧肉分一下，兄弟们。哎，对。有菜有肉还有红油，开饭了，兄弟们，怎么样？好吃。好吃。哎，小翠做饭还行哦。是吧？还挺好看的。哇哦！正常做这个红薯叶子盖浇饭放的都是那个小鱼干，对吧？嗯。我们今天蘸住了这个五花肉以后怎么样，猴哥？好吃。帅呆了哈、哦、哎，有了肉香味这菜肯定好吃。哇塞，还是肠胃好啊，猴哥，对吧？也就你们能这样吃，猴哥。要搁我的话，吃那些红油下去，再喝点冰水，完了，三十分钟。大王，你说了吗？哎呀，吃饱饱哈！你那衣服上面不都弄上的红油了吗？对。一会儿还要洗啊。对。都弄吃脏了，你看你裤子呢也吃脏了，大爷。猴哥也吃完了，兄弟们，现在就剩小翠了。来吧，孩子们，跟叔叔阿姨再见。叔叔阿姨再见，我们再见再见，拜拜。啊，拜拜，小翠，拜拜。拜拜。啊。